这边啊，隔壁就有另外一条路。这边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还要再上去。哎，电池，上面。对啊，这要上去哦。对，这要电，这电池是在上面。哎呦，这里有挖过的痕迹。哎呦啊，货箱在这里啊。对啊，那电池呢？你说这里再点亮一下，你够吗？我们叫，你可以点亮。还是说像繁星说的，在回来的路上？对啊，就是你说这边在等我们，说什么只有一条路啊？那时候就听到滴滴滴啊。那我们四处寻找看看。我回去补一下，你找一下。下面是正序啊。哎呦呦，我找到了。哦，对啊，真的很旧哎，对不对？嗯，是因为很旧，就是它。拍子，拍子，拍子，摸摸，没事没事，摸摸。没有，我在摸虫。其实有够远的，这个其实。对啊。来了。交给你了，你站上去了，来啦来啦来啦，这边呢、啊？你捡到之后爬绳子上来吗？那就这样的去啊。Guys, are you blind? Look over here. Over here. 那先按。That's how you do it. Drop pod is on the way. 冲上去吧。耶、yeah ！你说 ，light， 哟呼，领取战利品，弄掉下去了。喂，都领到吗？战利品，新的姿势。哦，还要问他哦。狼蛛感染，对啊对啊，哦，胜利，它会喷各种矿，还有后面有那个蟑螂、哦，酸，在你下面呢，对耶，这里，哎，那没被冰到。哦，记得我们哦，这应该是我们刚刚那里有没有？嗯，我们刚刚就是走经过了。控住！Bloody hell, your heart's a kill。懒人模式。有刚那个洞。反正可以跟我走，我已经懒了。好。继续啊。我在等 CD， 哦，会过热哦。对。但是我有升级，所以他 CD 很快。冲啊！给我到！刚好卡弹，冰冻繁星。寒流来了，变冷了。我是真的很冷啦。
好冷。冰凉一下，凉凉。你回来不用放物资，他直接结束也是算。你说身上的那些啊？对，身上也会算。嗯，之前要放是因为那个啊，我们要消团要掉。一零九十七十，超多。我们三星都还蛮顺的啊，要不要四星呢、啊？One more mission and the assignment. 重卵。骤然攻，叫换回火乱，对啊，冰川哦，你记得换那个哦。嗯，我要换了。重卵矿炉，好像这样好。融合石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拿东西。行，两分钟内。好，天涯头戴装置，看到我真帅。嗯，其他铠甲就没有这个金光闪闪，金光闪闪还是舒服。搬运重物时移动加加，来喝哦，来喝哦。好久啊，回来了，来喝酒、哦。这个搬运重物时速度加加。啊，好哎、欸，很棒，对不对？搬重卵，我跑去拿巧克力吃。干杯！祝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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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！啊，这个天气就适合吃巧克力。我被吃掉了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巧克力在外面。可有时候吃那个巧克力又比较爽哦。对啊，是啦，可是有热量，吃一下。不要吃太甜哦。虽然我吃的是三角巧克力，蛮甜的。哦，三角巧克力真的超甜。对啊，而且我现在比较 OK， 我以前就会把那里面的白白的吐掉，就很硬啊、哦，不想咬啊，哦、觉得不好吃啊，我只想吃巧克力啊。哦。现在就比较还好，可是我也会觉得它外面的巧克力好吃，就那白白，嗯，不晓得在干嘛。哎，好多水母哦。哎，直接有那个上塔。哦，要死了死了死了！四星哦，四星哦，很凶哦！我一个 C 宝，水母，老弟老弟，弹药用过后，这个等一下没狙了。我看到水母了，我听到啾啾啾的声音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很旧。我很开心，我很兴奋。又有一个扫毒塔，我先打。哇，白色蜘蛛哎！哦，好痛啊！啊，随便先来一个小宠物。要低要三吗？
下船。哎，小宠物是吸力道可以再叫是不是？就覆盖掉，还要它死掉。哦，好。它 CD 完，然后并且你原本的死掉。好的。在老弟后面。在打了。消团一定要挖好挖爆四星。CD 不中弹。哎，快走，上面，啊，跑掉了。抱歉，在打水母。没事，我刚刚也是刚刚才看到他而已。啊，水母死了，直接爆炸。而且这个这里电池找到，货箱反而没找到。等一下再找，等一下。右边黄金毛毛虫。黄金毛毛虫不会跑，不会跑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不用怕。突然觉得是什么恐怖的东西，吓死我。哎、欸，我刚才还有蓝色的那，哦，装甲，找货箱，冷冻装甲。哎、欸，又水母是不是？对，又有水母了，感觉，也就是新的一波。哦，我没有看到，找消团，对，消团很重要。有一个，哎，是不是这个？对，货箱。哪里？我还在看水母。消防这边很多，这边三朵。那我去帮他。没事，我杀。他吓到我，我丢过去哦。来，我这里看到融合石。你要小心掉下去。这上面好多小团啊。嗯。要不要？这边帮我找糖果。挑战看看。啊，糖果都一定可以，更可以站。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可以。哎、欸。他电池掉下去。Yeah, 什么东西打？比较高的糖果你就吃，低的就留给我。这样装了一个电池哦，还要再一个。磁吸石、哦。对啊，而且它跟那个糖果叠在一起。混在一起吗？嗯。先来挖一个虫卵哦。哇，水母，大量的水母哦，那个相聚欢，完了，你快进来蹲你，要看到，进来，乌龟啊，哦，冰霜炸弹，有问题可以进洞。没事啊，大致的声音。右边有一只那个藏狼，寒冰藏狼，上面有一只。嗯，可能是它的声音。那个绿色球果会爆炸吗？还是绿色球果？这个岩浆草会冰冻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是那个、啊、鹿有没有？哦，很特别，射了就会有。哦，小米，
远方还是暗暗的？那边有亮亮的、欸。两颗，这边是黄金吗？欸、真的、欸，巨大黄金。哎、欸，小心、欸！我知道，知道，倒地。你这边是护盾，护盾，超多水母。喂。Okay, come here. Lighting up. 有，还蛮多那种可以踏出、跑出路的。嗯？怎么了？你找那个电池啊、喔？黄金。哦，对，欸、这是黄金。我玩了，我玩了那个我了。你玩完了？哦哦哦。对。Oh, hi.有着光芒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塔。融合时也满喽。红蓝第三颗。这里那边有一颗。嗯哼。对，头上好多草丛哦，这边来了，呜呼，快跑！我都小的哎、欸，对啊，超多小的。不要咬我！是来找消团。哇哇哇！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刚才我挖到一半，看到一堆小的往这边跑，赶快闪！大大波，那个震动，你是听声音吗？对啊，冰冻的。头上要点亮一下，有了点了点了，哦，好好冰好冰。没护盾了哦！哎哎哎，我看到了，摸错，摸错了，没有，摸错只了，有要摸吗？摸错只了，啊，干掉了，干掉了，没了没了，摸错只，摸小只的，我可以摸啊，这个，我可以把那个小只干掉吗？气死，那打很久，那是我的，不是哎、欸，你看那个左下角啊，你有亮亮就是你的。我没亮亮哎、欸，就是红色闪红光亮亮摸过了。我有一只啊，这里有一颗。哎、欸，那我刚摸不到哎、欸欸，奇妙。不够，它有时候很靠近的、啊。对啊，我靠近到了，你看我的血量。还被砍了。下去。你又吃不干净。哦，塞，这里哦，吃干净哦。嗯。哎呦！上方有一条路是。看看哦，森。它在哪？这边有一颗。在。哦，他在这个啦，他在这个后面。最后那一颗晚点去了，那颗好像在货箱附近。对，可以指引我们回货箱。哇，虫虫！哇，到了，这位置很挤哦。小心！
先丢。那这都没人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谁摸的？我靠！我然后后面有冰炸弹的，还有那只冰甲的大只的冰蟑螂。哇，我没有护甲了，我没有手榴弹了，死了，倒了，啊！哎、欸，没了没了，后面没了。可是冰杖有那个、哦，他那个没法烧，没法烧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Supplies are on the way。摸到头了。摸头头，摸头头。冰杖、啊，你有护盾吗？没有，就是说没护盾啊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冰的时候，等一下有那个蟑螂。暴君先离开这里。先离开，先离开，先离开。那我们打我的司机再说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还有老迪，还有老迪。刚太晚，手机太晚叫不起了。太多小子啊！需要护盾。不行，有点危险。呵呵，快跑！不要再来小的，好痛好痛好痛！哎呦，不到了不到了不到了！等我，可以救可以救可以救，里面都没了，我等护盾满。忽然间来一波超大的。不好不卖。又是一条好汉，差点就灭团了。我们现在要找电池了。消团差两个又可以再叫、啊。嗯，你都不吃干净啊！你看，那个呢？哦，这个应该不够，这个应该0.1而已。什么0.1？货箱在这里，我们要没有？就是那个有一个消团，小小一颗，不多。我们就各自听听音辨位。没听到、啊。下面，哎、欸，这边没人走过哎、欸。哎呦，那你有机会哦。黄金的。没有回到挖过的虫卵。哎、欸，我也跟你绕一圈了。我这边只看到一个虫卵，没有，应该是没。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没有挖过的。对，那个是没有挖过虫卵，可是还没有，我还在找那个电池。找无电池。QQ。啊，电池只是支线，可是它因为可以拿到 skin， 所以很可遇不可求。拿到知识啊，拿到一些特别的。这个你也可以看看有没有办法再挖个小团、啊。好，我有在边找，到处找。点灯一下应该。就这么大、啊，
消失的电池。那里那里我们都去过了。对啊，这些都来过了。对啊，矮人挖矿，挖不到矿，找不到电池。看一下有没有点，其实还是站在正中心。都没哇，有听到声音哎，那只能憾恨而终。毕竟能去的我们都去了。有啊，这里超多超多小团啊！哦，怎么这边带一坨？点亮都可以看到了。有了有了有了。最后一颗，我去挖最后一颗钟兰龙。嗯，没办法，啊，按错，狼会。是有走过的。挖到了。Contact, good four, wait six, no, twelve. A lot of aliens heading your way. 我可以再摸一次哦。又起来哦，超级多哦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直接先炸，太多了。反正还没寻到嘛，我寻到了，寻到了。小的，啊，被他冰了，这我们可以按，哦，还有一只，哦，坦克的，总之先摸摸，好知道，呜呼，暴君哦，两只哦，后面有很多小只的哦。看要不要后退，走着动，走着动，走。空降舱来喽！刚好跟之前的补给舱同样地方。真的都没有。暴风雾，前面那个龟山没有暴君哦，从右边走，从右边走。十，暴君的屁屁，来看我，来看我，来看我。门开了，门开了，门开了，可以走了。跳进来，跟之前黑进来。看不到电池啊！你们说最后一颗虫卵路上好像有电池声，没有哎、欸，我刚听没听到，都没听到，玩家已经走了。哦，二十五了哦 ，Yeah。
刚刚看到有人问说，那时候你们两个倒啊，然后我往你们那边丢 C4 炸虫虫，有人说我干嘛要炸队友的尸体？有炸虫，反正都死了。Yeah， 完成，恭喜，成。我转头工，下次就可以来解晋升。有晋升就会多一个蓝色，啊，武器的话就可以打造核心，可以让武器更强。那我来换只。感觉很可怕，寄生感染，我们三星就好了吧？那是他想寄生感，寄生感我也不知道是怎样，会不会是很多小虫虫？地火、龙火，会有很多。你要看一下能不能换。好啦，搬运中，这里没有要重物要搬。我说这感觉不错哦，今天没有妹子，我们就喝这个黑什么金娘娘子酒，喝酒。哇，你这晋升两次的意思啊？啊，对啊，黑镜金娘。哇，粉红色的杯子哦，布灵布灵。哎，干杯！一二三，干！哇，让我们成为彩虹小马。哇，哦。自己跳舞、欸啊、自动跳舞，哈哈，好嗨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可是他的舞步好像就不能换了。对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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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噜噜噜，还有音乐啊？我没听到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有音乐？我音乐，我音乐，先关掉。这时候感觉像。像毒药，哎，像迷幻药之类的。嗯，海底，该不是打死大只会喷出小只的吧？有，哎呦，完了就知道。行。哎，Disco， 我会帮这个铺平台了。工程师可以帮你铺平台，当然不用叠来叠去了。可以咬一咬牙，刷一下就好了。Light， 先就叫那个黄金了，哎呦，搞团，垮掉了，垮掉了，哎，你看这消团就是挖中间就最爽的啊。挖完中间其他就不想挖了，我感觉挖的好干净哦。处女座啊，干干净净。看着这些，
这样挖太远了吧？没有砖头工，慢慢挖。我还不能从后面帮你挖哦。对啊。哎，谁带那个护盾连接你哦？哦，对，我带。哦。这是加速大家的护盾。黄金。这什么东西游那么快啊？游，刚有一只壁虎游超快的，想说往你那、哦、往你们那边冲，然后先打掉它、嗯，不知道干嘛。那个也是会咬人的，你就当成新的小虫虫。好，它也是很讨厌，它会在地板爬爬去，那咬。所以我都会带那个反夹。嗯。遇到这种小只的，至少它咬一下，它就死了，它就死了，互相伤害。哦，先打掉吧，好可怕、哦，蹦蹦蹦的。哎呦，等下就会很好走路，好远哦，一整片呢。完了，跳跳走。我给你的限制应该要叫你用跳着走路才对哦。太累了。那想着害的不错啊。是另一个人啊！哇，好大块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没哦，耳鸣，紫金石，真的刚好那种耳鸣的感觉。对啊，耳朵进水。你看，我们那时候妈妈第一次玩，然后也是看到这个，她就说这是什么啊？然后就靠很近，我就说你可以用敲的啊，然后敲一敲就啪啪啪啪啪。好坏哦！让小团走近一点。麻痹的哈、哦。后面哦，后面哦。好，这边。比如说那个点亮，你可以一次两三个也可以，很漂亮。有一只正血，确实。然后地上的那个臭虫虫，蟑螂又来了。那它寄生应该就是这个很多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哦。哎呦，真的啊！就是那个啊，哦、壁虎、哦、壁虎很多，对对对对对，他都咬我。寄生是这样，